这样就开始了，可以了。有这样子，有照到，有照吗？有在摄影。我要把它搅，我要把我妈带去做复健，要去，我要让她站，可是因为她的脚很弯，很弯，没办法站，所以。你妈妈几岁了？92岁了，满了，现在93。现在好。那我想，我这边给她多拍拍，希望它松掉，松掉以后就可以脚可以比较直一点，就可以站。这只脚，不晓得，我要努力一下，因为能站是很重要的。对，现在能坐了。能站能坐能走是很重要的。对，我这样跟他拍拍，希望他这个脚筋呐、脚松一点，会松一点，可以松一下。可是这个地方很紧，很紧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很紧呐、这个地方很紧，推不开。